3.6 甘雨绿宫实锤 ,3.7 四星草猫猫登场。尤拉复刻三卡池落地时间，有一位新演武亮相。首先是 3.6 池子，刚刚也得到了证实，目前多位舅舅集体表示，3月6日除了白竹妮露草神之外，甘雨也将在本次复刻，陪跑武器并不是阿莫斯，而是绿宫。另外卡位也会在上半池子，毕竟下半有草神在，流水更有保证。同时 3.7 新角色到七猫猫也迎来了巨大反转，并为四星草系单手剑角色，并且之前的名字某某卡百华只是他的数据名，他真正的名字其实是叫做启凉凉。另外小红鸟舅舅透露，或许是天赋，或许是战绩，启凉凉可以实现爬墙自由，又是大世界战魔角色，可能会和萧同款天赋，爬墙消耗体力减少。总之猫爬墙自由且合理，既然 3.7 没五星角色的话，那么估计 3.7 是一个全复刻版本。舅舅之前说优拉在3月7日复刻的消息自然也很合理了。同时3月6日清测装地图进行了一点微调，多了个小房子，结合白竹传说任务，这个应该就是白竹的家，只能说位置真好，三面环水。最后是 4.0 的相关消息，万众期待的三卡池将会在 4.3 版本之前落地，并且在枫丹我们不仅可以潜水，还将看到具有固定路线的蒸汽火车载具。之前与水神福卡洛斯一起曝光的那位卷发小姐姐为言系，利好结晶反应。